頭嘅車程，可以終於嚟到呢個世界屋脊拉薩啦！大家可以望下，呢、這個就係拉薩嘅車站啦。好期待我哋嚟緊呢個旅程發生啲乜嘢嘢事啊！好啦，出發。好後發。喊出嚟嘅咩書啦？車行李。哇！我哋而家喺。喺呢个广州站准备入去火车站啦。我也醒过啦。加油！主要系上车前要补充翻啲嘢食先。之前我哋昨晚都講過啦，最緊要有足夠嘅糧食。咁咧，杯麵嚟講咧，呢兩隻係酸菜同埋泡椒味啦，就係好多人買嘅冰紅茶啦、椰汁、好得蛋糕、黃仔牛奶。打真系走烂啊！你睇一次咩？喂，有次孤立啊！啲人咧觉得我哋好犀利。我唔知啊，跟住佢哋话我哋哇，巨西藏啊咁样。厉害！佢啊，佢最惨嘅事就系。我哋孭住书包，大哥。铁梯维护，维修维修。幸福的歌，一路的唱，唱到了唐古拉山。再见。十八钟系，系啊，你呢？我十八岁。你十八岁？放咗过嚟。大家啱啱上火车都系一抽二愣，拎住大袋细袋。上咗车之后，梗系唔少得四围行下啦。有个仲系好干净嘅厕所，因为啱啱开车嘛。除咗普通嘅硬卧之外，仲有价钱比较贵嘅软卧。当然唔少得嘅就系餐车啦。睇到咁多人都知道大家最紧张就係搵嘢食啦。哎，竟然提醒我哥哥那几个是买菜的哇。进去拍照。啊，谢谢。1921开。唔係喎 ，set 230。而家幾多？唔係，嗰邊個報紙，呢邊呢部。哇！1925開。由广州站去到西宁站大概要28个钟头，沿途咧会喺几个大站度停低，例如呢个长沙站咧就会停一阵，然之后俾乘客上落车，落车买下嘢食咁样样。而职员咧定期都会喺车厢入边咧推车仔买下零食。西安呢一个站咧就系停得最耐嘅一个站，小贩咧会直头推埋车仔上嚟月台嗰度卖嘢食，买一啲火车上边咧冇嘅嘢，就例如系啲新鲜嘅蔬果。上面有没有空座的？空座了吗？好多人咧都会问，究竟55个钟头嘅火车生活咧有啲乜嘢嘢好做？其实除咗喺个车厢入边行嚟行去、瞓下觉、食嘢之外咧，最好就是走去隔离的车厢，或者跟上下床铺的人聊下偈，做朋友了。好了，经过30个钟头，我们才来到这个比较西的西宁站。在这个站之后我们会一个站过，直接到拉萨火车站的。拉萨火车站我们现在只是完成了旅途的大概一半多少少，我们还要睡到一晚，明天的傍晚5点几才会到拉萨站的。我们又再开始我们的背包生涯了。
車上面咧，其實每一下咧，慢慢地都係幾千米咁。其實如果可以睇到咧，我而家喺海拔大概4168米，已經唔係我哋最高嘅高度嚟噶啦。咁頭先經過嘅時候，有最高係5000米啦。咁其實而家喺個車上面咧，非常之先進，因為咧佢有一個制氧機嘅控制器啦，佢會調節緊室內同埋室外嗰個排氧量嗰個排放嘅。咁如果萬一你真係喺室外入邊攞唔到氣啦，咁你可以同呢個票務員講聲，然之後就會俾一支吸管你，然之後就可以喺隔離嘅制氧房入邊嗦一嗦，剩翻陣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而家係凌晨4:30，海拔係4100米左右，我收咗皮啦。同車都有幾個人收咗皮，我隔離有解放軍，佢都收咗皮。而家喺大概4500米左右。告訴你，我們的車廂是整個車裡面最安全的，為什麼呢？昨晚有一個站，有5個解放軍人上了我們的車，他們要去拉薩，然後剛好我們旁邊有張空床，所以他將會瞓多我哋間房大概7-8個鐘頭左右，所以係好安全。OK。小心一下，然后。小心啊！哇！不变呐，小心。啊，现在就在拍了，拍了。不是吧？要拿走，拿走，拿走。你看把你们大姐累得都缺氧了，快看快看，在闹，不去扶氧去了。我哋而家啲证件咧，因为我哋外宾收咗去检查站。好啦，我哋而家离开咗出咗嚟拉萨站啦。我哋而家做紧乜嘢咧？我哋而家准备迎接马哥，唔系俾马哥迎接我哋。冇错，我哋司机啊，马哥。嗨，马哥，又帅啦！又年轻啦！又变帅啦！马哥，另外一个阿明，来，欢迎进来，谢谢。小刘也长帅了啊，小刘也长帅了啊，哎，这样子，哎，所以谢谢，哈哈，到你了。给祝福吧，谢谢你，谢谢你。哎，行了，没关系，咱们走就可以了。走，好了，可以。哇，可以了。我嚟紧接咗呢架类似突突嘅，我哋冇谂过原来只雪条都可以咁嘥气。